OK，如何连接这个 Bluetooth 蓝牙？OK，这个也是很多人会问的。那如果你的 speaker 呢，你的那个哨霸呢，它是有这个蓝牙功能、Bluetooth 功能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连接这个 DB box，不需要连接那个 DB 啊，连接 DB box 会比较好一些。那首先呢，你是先打开你的哨霸，OK。Bluetooth mode。OK，一般上呢，它会有 Bluetooth 这样子的啊，它就是已经打开了，你就可以开始连接了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我们的正品之一了啊，这是彩灯的这个哨霸，关闭蛮不错的啊，有兴趣可以 PM 一下我们。OK，然后你首先第一步呢，你来这里，More 更多这里，然后你去到 System 这里，然后 System 这里呢，它会有 Bluetooth 的。那有些没有出现 Bluetooth，你就来这里啦，Device Preference 它也是会有的。OK，然后你就来这个 Bluetooth 进去，非常简单，然后就 Pair New Device 新的 Device 加的去，然后它就开始 Detect 到你身边有什么新的 Device 在这边。OK，然后这个呢，它是叫 D20，但你知道你的 model 叫什么名字吗？OK，D02 加，OK，这个对了。OK，confirm 要 pair 吗？OK，remove 一下，OK，confirm。OK，连接之后它就叮咚一下了啊，已经连接了，然后这边就会写着连接了啊，你就可以开始用了，就这么简单。